中韓外長喺首爾會面，王毅同南韓外長康京王喺南韓外交部會面。王毅話：新型冠狀病毒打唔低兩國人民，兩國關係受得住疫情考驗，期待雙方就中韓關係各領域交流合作，相信會談能夠取得積極成果。康京和期待會談能夠強化韓中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。